糕店会有大量的猪猪侠来袭。什么鬼？我不就是去糖果店买了一点棒棒糖，至于追我八角村吗？就那一点点，是一点点啊，也就断货3个月。啊，实在跑不动了，今天我要做现金奋力抵抗。毕竟我的钱用完了，炸弹买不了，神器也买不了，更不用说金保镖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利用身上仅有的微量现金进行防御了。附近就一点木头做掩体，防御力几乎为零，全部拆掉，换成切割神器，巨人核心，里面就是我的安全区。持续的机关灼烧，人民猪猪侠本事再大，也休想逾越雷池半步。可惜数量有限，只够围三面，正中间这面也只有一层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我还有第二招，正中间插入发射器，等等用来发射大炮。剩下的位置就贴上恐龙地刺，机关和地刺也是经典老搭档。重点操作来了，在贴地刺的后面连接电能增幅器，用电线连好，插入电能产生器，使之产生交流电。当然，正面的防御就是永动地刺配散爆机关，时不时还有大炮辅助，完美。两边还有放地刺，就像这样交错摆放，中间留着放生物感压板，一个上面无情灼伤，一个下面有情按摩，舒服又带劲呀。前方攻击力够猛，后方也需要保护，挖一个小道，整整齐齐放下投石器，能弹走多少算多少。还没完了，最狠的要来啦！就在猪猪侠的刷新点围上一圈炸药桶，你们可不怨我心狠手辣，毕竟你们猪人运运的，这点爆炸根本不算什么。 A few inches later。 哦，对了，据说猪猪侠是远程攻击的，保险起见给自己安装一个牢笼，在这个位置放上推拉机械臂，用扳手扭一扭，机械臂就会伸长，当然一个别致的牢笼就出来啦。一旦遇到危险，让自己坐牢去，这样就不怕挨揍啦。完美，万事俱备，只欠天黑，就等着抢弹的猪猪侠感受我先进的厉害。来了来了，猪猪侠果然来了，我前面有机关第一次大阵，休想碰我一根头发啊！痛痛痛，对面的猪猪侠有两下子，咱们去另一边看戏啊！痛痛痛，好家伙，这么远的距离都能打到我，让你们喊，给我一句劝，把糖交出来。他喵的还进来了，得赶紧躲起来，幸亏有这个牢笼，猪猪侠突破进来也碰不到我。叠高高，看看外面的战况，消灭的差不多了。不过我前面这只猪猪侠想干嘛？难不成要关掉我的陷阱？喂喂，住手！看来是我想多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也不算战斗了，毕竟我龟缩在牢笼里，现在就剩几只漏网之鱼，就让我收拾残局吧。嘿哟，小样的，还敢用脉冲剑打我？上膛，100发子弹教你做人，轻松搞定。最后按一下机关，引爆炸药桶，把猪猪侠的必经之路彻底阻挡。哦耶，又是一波大获全胜的陷阱防御。哎，我是不是忘了发射大炮啊？